然后我就想跟谁谁谁谁，这是我的那个娱乐，为什么一定要带个哭？所以我就让自己伤心。我说放心，大家放心我没有，我就开开心心的，我用微笑，我知道你们喜欢笑，喜欢看我笑，所以我会笑着去面对。现在抽吗？所以我会去笑着面对所有的事情。为什么哭了？他这就是你知道，搜索王爽爽都是带这种，我不希望我后面的标签是这个东西，我希望的是你们看到的是我的作品。所以我每次也是在自我调节自己的一个状态。我觉得感性是对的，每一个人都有他自己感性还有理性的这一个瞬间，对不对？用千言万语，点歌台我已经打开了，大家可以通过点歌台来点歌。管理提醒一下小小，是什么？偶尔也会哭得很有节奏。来唱一首。小宝贝吧，给你们打个鼓吧。打一个小宝贝给你们啊，我们一起点点赞啦。穿就是这种公主一点的衣服啊，来，起码视频忘记出来，没事，有这个心意就很好了。你们难道不知道吗？女孩子过生日一定要穿的跟公主一样。然后呢，女就是今年很流行泡泡袖，知道吧？然后泡泡袖就是穿上去就显得就是，那我那是可爱到膨胀。
么直男好不好？我这个叫可爱到膨胀。生日派对开始。我本人不胖，你问一下，你问一下我的小助理，来来来来来，你来你来跟大家说一下，你来说说一下我胖不胖？你来说，一点都不胖。一点都不胖，你可以大声点说，非常苗条。是我生日 ，Happy Happy Birthday Happy Birthday。你们怎么知道我马上要换一套衣服啦 ？Happy Happy Birthday， 不胖一点，两点胖。我跟你说，我今天准备了三套衣服，我就不信了，我每一套衣服你都会说我胖，是不是？我再换一套，脸胖，我没有开瘦脸，你看他动都不动，我好生气啊！你看看，他动了吗？他动了吗？你看看他动了没有？好像动了一点点，他怎么是不是开了一点点？感谢我三叔的嘉年华，没动，就是这么美。你知道我多难吗？这是女孩子嘛，那我跟你讲，这直播间你要穿这种公主的衣服，她就是胖胖一点的可爱啊。生日派对开始，每人都有蛋糕吃，现在来打开礼物，因为是我生日。那我去换一套衣服啦，然后呢就一会儿。弄一你要戴口，但你都可以。Happy birthday, happy birthday, happy happy birthday, happy birthday, happy happy birthday, happy。那我去换一下衣服好不好？肩膀显胖而已，我去换一套衣服吧，好吗？小小好气的感觉。不是，我有三套衣服，我一定要换。我为了你们准备了三套，我每一套都要让你们看到，好不好？我说先让小助理，小助理你要不要坐在这边帮我控一下场？然后呢，你就给他们看一下，你就说，哎，给展示一下，就是大概的 T 恤，好不好？来，你先过来，先过来，来来来来来，没事没事没事，或者是你戴个口罩都行，都可以，不戴也行。衣服能中奖吗？过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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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然后看一下我们的衣服。感谢我们的 KK 大魔王，这边你站这边，这边的光线会比较强一点。然后呢，你坐过来吧，坐过来吧。然后你们看哦，这就是我们小助理，他叫琪琪，他的这个为什么蒙面？他刚有问我他没有化妆，然后要不要戴口罩，我说都可以。大家一起帮小小点点赞，全网线都卡对吧？那没有关系啦，你们能够看到我，然后能说话就好了。你们可以看到，就是我们就是琪琪的这个衣服，然后我让琪琪先帮我播一下下，好不好？你帮我就感谢一下，他谁来了，帮我感谢就好了，好吗？我先去换衣服，好吗？啊，你这个衣服好哎。